姨吼，我跟你讲，赶快来皮头菜吼，但是搁变三个。哦，啊，所以讲哦，这是缘分啦，那个有缘千里来相会，多缘见面不熟悉，只要伊大家都是有缘吼，才会当在这个所在共聚一堂啦。啊，而且也这个就欢迎到咱所有只沈阳新路的领导，咱的万应堂，来参与到咱的万应国白秀文成就平安喜乐圆满会，哇，这边真热闹哦，哎，这个布袋戏吼，哦，哇，真精彩。所以讲吼，若爱看传统的布袋戏，啊是爱听歌，因暗来遮拢袂无聊，袂孤单，袂无伴。哦，看要听歌，看辣妹，啊是吼看布袋戏拢可以个啦。嘿，来，阮的水姑娘啊，这个吼，我讲偌好叫八九的吼，嘿，八九的吼，我讲那个身高无真高，但是唱歌真巴滴，力头有够吼。歌声就水了嘞，所以讲吼，人讲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对，唔通看这细粒子，啊细粒子无难头，咩啊无难头。无吼，无啦，有诶是讲看这细汉啊细汉吼，力气不够大啦，啊这无难头啦，不是无难头啦。嘿，看外表是袂准的，对，听咧唱歌，你才知讲哇，原来我那真巴力的歌声，对啊，你像我你的歌喉无孙淑妹，伊嘛出细汉的啊，对啊，他也不够高大啊，可是他唱歌也是很有那个 power 啊，对啊，很有力量啊，对不？再讲哦，听你的歌声，就知讲这个水姑娘有练过的，啊是安怎练的？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其实伫个舞台顶唱歌吼，这是吼买楼啊来吼，才做主业。啊，无以前是幼教老师呢，呀，哦，以前是咧教小朋友的幼教老师呢。啊，你甲想啦，迄囡仔拢遮细汉啦，做一个老师吼，一摆拢带二十几个囡仔啦，迄日头爱偌百斤嘞，迄看囡仔吼，一定爱有迄个力气啊，对无？爱大声啊！啊，你嘛真爱的落去啊，对啊，就是安尼训练来的，对啊，嘿啊，啊对啊，感觉亲像伫个舞台顶啊，你即摆卖久也久啊，对吧？加减拢会拄着对台吧，像咱咧若大声的时阵，你会愈讲愈大声无？会啊，对啊，啊若愈讲愈大声，就咱好低啊咧。但是无要紧啦，人个水姑娘若生做水水，安怎大声人嘛感觉讲吼，伊原真水啊咧啦。啊，我若大声吼，迄就无共啊啦，哪差别咧？哈哈哈！差就差伫安尼尔哩啊！你都无讲，我拢甲你承认啊咧。来，即摆你个歌继续安排。来，今夜又搁想起你，好，继续到咱个水姑娘，来，又到咱个，来，嘉平再度献唱。I'm sorry.
用个路来决定去也无帮助我的事业反悔你讲对不对啊这当然哦跟你的机会当头大就越做越多啊应该抓这个雷托这真需要丁反悔也不过这么抓起啊真困难想咱这好朋友啦，对啊，你讲吼，我用一时间的财神爷，你敢知？